是哪里的？新竹东部野。来到动物园了。我现在已经到新竹了，我们现在要先去吃午餐。现在是12点，烈日当头。城隍庙里面在施工，没有开，所以我们就在外面找找看有什么吃的吧。这边没有想要吃的，所以我们决定先买烧马鸡跟鸡蛋糕，然后去武昌街那边吃。来，要喝啊！结果我们现在跑来吃我上次来吃的一家超好吃的龙井客家汤圆。我们搭乘计程车来到动物园了。嗯，超热，超热。在后面，唯一比较没有那么热的地方。这个天气每次不要逛动物园了。超热。两只老虎。他看起来很想出来，很想出来吗？大家小白打八折，想要可以来买哦。我们现在逛完动物园了，然后我们现在想要去高铁站附近看看有什么，然后逛一逛就回家，因为今天太热了。看我的脸，天然的腮红。等待计程车中，我们现在要逛这个什么什么广场，很像 shopping mall 的地方。冷气，我来了，我感受到凉凉的风，太赞了！自己帮我加一下，好，谢谢。逛逛逛，开始逛喽。好，至于第二回合，至于第三回合186分的，哇，至于第四局了，275分，
行，最后得分327分。我现在在这间 shopping mall 的地楼，然后这边有很多漂亮的窗户可以拍，所以大家也可以来哦。不过就是逛的店有点少，就是不能耗太多时间，大家要注意。那以上呢就是我今天随手拍的新竹一日游，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记得帮我点个赞，最后别忘了订阅我哦。那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那我们下次再见咯，拜拜。